话题专家。俄灾重叠预示射导弹意在架局北约军演下图，是一张北约三叉戟接点军演的演习区域示意图。红色椭圆部分指的是海上力量演习区域，土黄色椭圆部分指的是空中力量演习区域，深灰色椭圆部分指的则是地面部队和两栖部队的演练区域。在这幅图上还有一个黑色虚线画出的圆圈，这个圆圈正是俄罗斯海军11月1号3号举行的导弹试射演练区域。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片区域与北约的三叉戟接顶演习的海上演练区域有部分重合。从地理上看，这片重合的海域位于挪威中部以西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月30号透露，俄罗斯已提前告知北约本周将在挪威以西的公海海域试射导弹。俄民航当局也已将相关信息通知挪威民用机场运营机构。一方面，北约高层在公开场合试图为局势降温，斯托尔滕贝尔就表示，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，也经常在挪威海岸线以外的海域训练。但挪威国防部的官员私下里却说，苏联人在冷战时都没有这么做过。三叉戟接点2018是1990年以来北约举行的最大规模多国联合演习，本次演习总共5万人的参演兵力中，包括了大约 1.4 万名美军官兵。除了出动杜鲁门号航母的美国海军，美国大部分参演兵力来自海军陆战队，他们用重型直升机、气垫登陆艇等多种手段，将人员和装备人员不断地送上挪威海岸。北约演习大兵压境，俄罗斯如何回应？除了口头警告外，真刀真枪的行动也并未缺席。10月31号，英国国防部宣布，皇家空军部署在苏格兰的台风战机当天紧急起飞，对抵近英国空域的飞机进行了跟踪监视。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，两架图160当天在挪威海巴伦支海上空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例行训练任务。紧张对峙的局面层出不穷，美国似乎还有一加码。空军时报30号披露，10月中旬美国驻欧洲空军接收了一批大约100个集装箱的弹药，这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美驻欧空军近20年来获得的最大一批弹药补给。